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天是我们新店开业，他选择跟我们同一天开业，他就是家木庄。姐，你们见过吗？你是南街锦爷，我是北街南哥，当年我们可是街头两霸。吴若楠，夫人，听闻皇宫要采购一批布料，但要通过招标报价，我先来通知夫人。就是价格，对面那家卖太低了，我肯定比不过的。哎，不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去会会那个掌柜的。戊戌年间，你大概十岁有余，可曾去过边塞的丛林之中？从小时候见你那刻起，我就心有所属。小姐，那是修远大人吗？大人，这礼物请收吧。你拿着吧。这若楠姐姐竟然还给修远大人送礼，这修远大人还收了。